问问你。没有，有点事儿，我和妞妞看你心情好不好？先说事儿，再决定大姨妈走不走。我想去喝点酒。不想。为啥呀？你上回喝酒喝点啥也不到我，咋答应我的呀？不是，是那个高明让我打电话，说他新交了个女朋友，你看，细高长条，大白腿啥的。这白。这不白吗？这一看一。白。我不白呀、啊，我腿不长啊。人家是怎么的？人家就是想让我跟那是女，就是认识认识。我都答应人家了，我说一会儿就去。非得去呗？你等着。不是你干啥去？怎么？不是你干啥去？你我看看那个美女有多好看。不是你大冬天的你穿的是什么？露个腰。好看呢、啊。这好看呢、啊。好看吗？不是我没说带你去。不好使。今天谁说的不好使，我必须得跟你去。我就不带你去呢，我就去，我就不带你去，我就去，我能怎的呀？哎，干什么？必须去干什么？必须去！哎呀，干啥去了？这是啊！来了两条烟，哎呀，你快拿着！不是你买这玩意儿干啥呀？这死老贵的！你到时候饭局上你就给他们。老五面的，你就说我带的，家人们喝好抽好啊！不是你给那帮人，你给我那帮傻哥们，你跟他们抽这么好的烟，喝多少钱呢？这你就不懂了，人家也心想，这上一菜不仅会办事，还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那大白腿能给你们买华子呀？攀比上了，这攀比啊？不是，那是啥呀？实话，就是为了让我有面呗。对，那以后他们那些。累就是你才出来玩啊！哎呀，我找个啥的搁哪找的媳妇儿啊？这是。